这个一百六五，一百六五不贵啊，不贵，哎，四块钱的就好啊，八块，一个一百六五，我刚买的四块，我是啥钱？这阳历年到了，过年的气氛他就得搞起来，从什么搞呢？就这一个，猪头卤猪头开始。做成猪头先炖一下，像这样就都差不多了，把它给清理干净。一包卤料，这个猪脸上面的大肥肉，按你煎油煎成这个样子就挺漂亮，下葱酱还有香料，再来一碗黄豆酱，这个做的叫红烧猪脸，再有点料，全部放进去。酱油、食盐、鸡精，然后加水，再搞一罐啤酒，这卤汤就差不多了。酱猪脸卤汤，锅里面的东西还得炖一会儿，先吃中午饭。炖汤是也好好吃。锅里弄一半了，咱们这个锯舌头，插个筷子。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插，反正别人插，咱也插。就是的。卤的时间太久了，有点烂乎了，一抖拉就掉了。这个呢，就叫狼头肉，还有猪眼球、猪软骨，把猪脸给翻过来，两塞，再配上两个猪耳朵，一个猪转头，猪舌头，筷子给剁掉，一整个猪头全都是肉，都在这里了。差不多了，也快凉了，再等一会儿。呀，又弄四只小白兔。小灰兔，小海兔，小花兔。我在那不滑。你要？哎，它滑了，滑了。哈哈。切碎。蓝粉，辣椒面。这个猪天梯，猪头肉，猪耳朵，猪舌头。起火了，中间还差一个调味盘，生鸡、洋葱、葱花，起火。四点钟，下午四点，续上中午那一段狼头肉。哎呀，带劲儿！猪头肉，猪拱嘴，猪舌头，五香猪耳。好了，晚上再吃一顿。